哇，我睡了3个小时，赞。然后一直睡到这个10点多，我再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发现他好像睡不着，然后就没有再睡下去。对，然后爬起来也没干嘛，就是一直发个文啊，滑个手机啊，然后突然就11点半，11点半我就爬起来了。谢谢，多谢大林嘅一见倾心，谢谢风仔的玫瑰，谢谢企鹅的玫瑰，还有那是美丽，对，睡波不能睡波啦，我要喝咖啡，可能等一下会去尿尿什么的，去厕所，因为我就会其实最近一直水肿，因为太晚睡所以会水肿，然后就是喝咖啡去一下。水，对，就是喝咖啡跟喝水，然后就去水肿，然后下午的话就会感觉脸没那么肿，对，下午，虽然现在是中午，对。我喝完一杯了，赞。听到咕噜咕噜，好烫。还有郑源，谢谢大家做的做的那个叫什么？圣诞桥大本子，圣诞册，对，圣诞册。谢谢大家。然后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来加一个截图时间好不好，不要再截那些崩图，我真的会生气。这本来直播就是跟你们聊天的，为什么要截图呢？还截得那么丑，我真是笑死。可能是我长得丑吧。谢啦，嗨班长，嗨玉安，我装回去了吗？没有，跟你说我一拆开之后发现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都把它直接算了，放回去好了。我也有想过，如果直播没事，我就把它装回去。可是我把它收好了，所以我就懒得。哎，对对对对，表情自由，谢谢。然后谢谢大家在那个圣诞卡里面写的。哇，就是我很谢谢大家，就是给我那么好的鼓励之类的，就很谢谢你。然后谢谢 Fly 的为你应援，还有祥鹤的爱的玫瑰，谢谢大家。哎，我那是在日记挂失，太高了，太高了，我放下去。补个东西，补什么？风仔补什么？谢谢风仔，不怎么，不用了啦。跟我握手，我都很开心。Hello， 魏飞。好，就等一下再回来。谢谢风仔的福特跑车，我解锁新车。谢谢风仔，谢谢跑车来了。谢谢风仔，开心，福特666 TTP 自由牌李思琪你好，这是圣贤开，对啊，是侮辱。谢谢风仔，我有新车可以开，等一下，这不是一个好事吧？这是一个某程度上是一个好事，可是某程度上又是一个踢笑的事情。这是让我啼笑的事情，怪事。谢谢风仔的福特，好，福特，特别的特。怎么可以只有旭有跑车呢？对啊，怎么可以呢？好，你有旭，有我，还有麦麦，我们三个都是同一天生日，好赞哦！谢谢风仔，风仔真的很。优秀的风仔，
耶，赞，谢谢风仔，我贴了一个痘痘贴在这里，看到吗？看到吗？你知道痘痘贴有什么用吗？痘痘贴就是可以防止你的这个你已经挤过的痘痘会有那个伤口的感染，对，你就防止它有感染状况。而且你知道痘痘贴吗？它不能贴在那种痛的痘痘上面，这是那种很大颗，然后很肿很痛，这不能贴在上面，你要贴在那种你已经挤过的痘痘或者是它有伤口的痘痘，这样子才有用。对，谢谢你猫头的续费。 Hello 阿神俊英，嗨。对呀，所以痘痘贴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你们都要贴在那个有伤口的痘痘上面，不然真的没什么用。对的，要先有一个伤口在你才可以用，因为它的用处就是防止你的伤口感染，第二就是吸掉你里面的那个阻击液，就是比如说你挤完痘痘，你就会觉得它有点就是可能肿肿的，然后红红的，然后有伤口，你贴了之后，你一个晚上之后，它就会变平了。可是因为它会吸里面的阻击液，所以当它变成有点白白的状况，你就要把它撕掉，换另外一片，或者是你要把它撕掉，然后不换这样子之类的。对，也是啦。可是是我的话，我会先挤完之后再用痘痘贴。先让它爆，没错，没错，没错，真的要戳破才有效。我以前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就讲什么，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不知道。然后当我就是我有试过，就是它还没有被我戳破的时候，我就贴了。我就觉得，为什么它没有那个白白的，没有吸那个东西出来了？原来是真的要有伤口才会就是有用，才会吸到那个东西出来。要不要买牙刷？你觉得好看？要不要买？要不要指定？指定要快哦，知道吗？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想要买我的生日贴，可是他们来不及买，所以他们就买不到。然后他们就想去收，可是又收不到。虽然我是有了，我有好几件我自己的生日贴，可是我不能卖你们，我自己也要啊，所以我就没办法了，就可能看他会不会买到，或者是有没有人放这样子。对啊，其实再拖也没关系啊，吃亏的是你们，因为你们如果你这次不指定的话，你下一次要买的话，你就只能买随机的，而且随机的话里面是会包含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月份的生写真，所以你们要先在这里就是先指定了，这样子中到我的那个生写真的几率会比较高。对，对啊，再不买我业绩也没关系啊。对啊，真的没关系啊。业绩，我现在是推销员，对不对？我要推销自己，请大家多买我生写真。OK， 谢谢大家，请大家就是去买，对不对？对啊，会绝版，真的会绝版。就像呢，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是绝版啊。对，因为我也不是 staff， OK， 我是一个偶像， OK， 爱嘟嘟，爱嘟嘟的是， OK， 我是个爱嘟嘟，我不是一个 staff， 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是那个对，你懂的，我不是那个工作人员嘛，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是那个已经绝版的，可能绝版的更难收 ，OK， 因为绝版了，大家不想放，除非大家有一套。哇，你知道吗？谢谢，真的超级感谢夜风明月，你知道吗？谢谢夜风明月，就是那么疼我，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们懂的，你们懂，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的。因为有一次我不是说我真的是我没有我二单生写真什么的，然后就你懂吗？你们自己去问他。我记得是夜不明月，我很记得是他，所以我是哇。还有我这次我要赞叹一下尼哥，尼哥这是连续两年的生日送我超级超级想要买很久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
我真的不得不说，你哥真的是，你有交过女朋友吗？你怎么那么知道女生想要什么？你真的是超夸张哎！你哥要不要缺女朋友吗？哈笑，我在 K 笑，我看笑哦，大家不要那边走心 ，OK？ 不要走心，不要卖醉 ，OK？ 哈，不要走心哎，对我。我对每一个粉丝我都非常感谢，只是我可能没有讲哎、欸，等只等死就当冇得哭烂咗，我自己都哭烂咗啊！你知唔知啊？我自己都喊出嚟，我等死就当冇得，当过灯神，当过大波露露，尼哥真的是666。我也觉得尼哥应该不缺，因为尼哥真的是，我超喜欢你的卷毛的，谢谢。我就想，真的每一次看到你一个都还想要摸一下你的头发嘛，真是，我真的超喜欢卷毛的 ，Oh my god！ 而且不是那种乱卷的、哦，是那种有你懂吗？就是那种有 style 卷。我喜欢卷发跟那个蛋挞头，蛋挞头就是美国队长的那种，还有那种就是你懂吗？就是哇哦那种。Hello， 峰峰，谢谢小叶的小浪花，哎、欸，谢谢尼哥告白气球，哎、欸，尼哥不是没空吗？我以为你没空来，我才讲的，不好意思，我以为你就是谢谢你耶，好害羞，你不要在那边听我讲这些好不好 ？OK， 嗨，晚熊，嗨，静文 ，Hello， 国成 ，Hello， 啊，谢谢小鬼追踪我，然后Hello， 阿华。Leo 乱卷也是不错的。菲菲说来不及去卷发，没关系，女生反正是女生，我都 OK， 我都喜欢。可是男生的话，卷毛跟那个头发是哇，是我最喜欢的头发型。OK， 女生怎么样我都爱，因为是女粉丝，我是偏心的，我偏心女粉丝，女粉丝是我最爱的，好不好？蛋挞头，对，蛋挞头就是美国队长那个。李思琪真的叫李思琪吗？你跟那个哎 ，Team Message 的思琪的那个读法是一样，思琪。而且思琪她超可爱的，她讲话有那个“大家好，我是李思琪”，我说哇，超可爱的，这怎么可以这么可爱？我也要试试看。大家好，我是谢迪奇小迪，耶！哇哦，我刘海。讲回来了，我好开心，你知道吗？不是去年，是上个礼拜的直播，不是剪头发吗？就是我剪了之后，其实我那时候我就想说，糟糕了，我剪短了。可是我嘴巴硬要说，没事啊，我剪很好啊，这样子，所以就有点幸好现在长回来了 ，yes， nice， 是你的本名，很棒哎。什么17好久没出现什么什么什么？昨天看209的时候才知道康字字的精华，康的代表词不是的代表人物是谁？就是显迪奇，跟你们说，除了显迪奇 ，TDP 别无他人，别绝无仅有，世界唯一超级无敌康代言人显迪奇。啊，不是，还有熊妹啦，不好意思，熊妹是第一，我是第二，可以啦，我是第七是什么？第好了，我读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大凌晨打我，没打我，不痛噶，啊，我痛噶，你写得咩嚟？婆婆，俾支手饰我，等我帮你全家祈福啊！我全家都会很福喎。唉，而家冇咁易噶啦。熊妹是断线。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的男主角的发型，那个发型有点，就是有点这样，不是那种吧？我是哈，大脸仔的。熊妹蛮活泼，对，没错，真的。That's true。True or false？ 諗起選擇題，唔識就亂咁寫 T F T F F T T F T F T F。請問你
同一柏林当台湾台北市的市长吗？我可以啊。这样可以吗？谢谢泽宇，让我有机会，有机会什么啦？让我有机会可以在镜头面前 wink， 因为我自己突然这样子做，我会觉得啊，这谁？这不是我，你懂吗？就是如果你叫我做，我做啊，好啊，好的。礼拜五是剪头发，你说的蛋挞头，好啊，阿如好啊。两眼都可以，对啊，我两只眼都可以。Hello， 陈恩 ，GIF 预定。耶、yeah ，有没有很棒？哎，很少人叫我 Win 吧，很小吧。Hi， Nako， 还想加脸，希望呢个世界多啲黐线佬。对我的提醒了我，结果设计师已经封锁你，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蛋挞头，他就会以为是一个蛋挞，然后盖在你的头上，然后剪那个蛋挞，就哎，你要蛋挞头是吗？是这样吗？阿如，然后就啊，怎么办？我要去握手会，怎么办？这样子，嘻嘻。对啊，所以我现在新增一个截图时间。不然就是大家截那些真是崩图，我真的受不了，我会想打爆我的手机。这个礼拜我手会到不了，泽宇要忙是不是？黑岩是什么？黑岩是什么？哈兰德好似嗰啲，我唔知点讲，但系我觉得哈兰德个样有啲似，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知点讲，但系，第三只眼，第三只眼是什么眼？第三只眼是哪一只眼？如果朋友收到用我的照片的项做的项链，我会不开心吗？不会，我觉得很浪漫呢。你知道有多浪漫吗？我跟你们说，那个浩劫劫劫。劫后重生，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就是 Wilson 那个排球的那个电影。我先讲这个故事，对，这是那个 Wilson 的那个，然后那个男主角，我忘记那一部叫什么，浩劫重生，对对对，浩劫，我香港的那个叫。劫后重生，你们叫浩劫重生，没错没错，就是那一部，反正就是同一部就对了。然后呢，你知道吗？真的是超浪漫，你知道多浪漫吗？好，重复了不知道好几次了这句，对，这浪漫到底不行，就是他不是冲到一个荒岛上面，然后当他想他老婆的时候。他把他的项链放在那个大石头上面，然后是打开的。然后他想他就开电灯，然后要睡觉关电灯，开电灯关电灯，就是你懂吗？这很浪漫哎，就你很想他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大石头上面。首先你家里要有一个石头，你就放在大石头上面，然后再关起你家里灯，然后手要拿着一个手电筒，然后在那边叮叮叮不觉得吗？我自己是觉得超级浪漫的，所以我不会不开心。除非你挑超丑，就是那种是真的丑丑的，我都会不开心。算了，其实你做了，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这你用什么照片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不会不开心，因为我不知道。OK， 我不知道就不会不开心。对，所以呢，就是觉得很浪漫，知道吗？超浪漫的，好浪漫啊！有点东西，这个可以想一下，对不对？超浪漫，跟你们说，世界无敌浪漫。除非它是丑的照片，如果是丑的照片，就应该是蛮好笑的。可是它是漂亮，就是那种，好浪漫，我好想要现在马上有一个人在荒岛，然后做一样事情，对。
都想这样子。艺品店有卖？有哦。可是我不能自己买那种东西，然后放在家里大石头上面，然后打开，哦，是我的照片，哦，是我哎，怎么关灯？哦，是我哎，怎么关灯？哇，无聊哎，超级不浪漫，我自己做的不浪漫。哦，那你的朋友喜欢小迪吗？如果你的朋友是喜欢小迪的话，那他应该会开心。可是如果你的朋友是不喜欢小迪，就是可能他推别的成员，那你用别的成员的照片会比较好吗？我觉得，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可以啦。阿华，荒岛可以吃到饱，就是整个荒岛那边的什么鱼啊，什么水果都是你的，你自己你懂吗？就自己去捡就好啦，自己抓吃到饱 ，OK， 吃到爽。谢谢五一的告白气球，还有 Andy 的告白气球哦，应该是推我哦。那你的朋友要是推我的，他才会开心哦。如果他不推我，就不会开心哦。请注意这个事情哦。来到我的直播间，掉在碗里面。Hello， 谢谢沙鲁的文手礼，我的手是青筋啊。想跟你们说 ，CQMK 太猛了。猛到我的哇，我的声音都变沙哑了，拍谁？系噶，好多人都读书。嗯 ，Ramsey， 你喺台湾读书？因为他注意到我表演的细节，我都很开心，就是很高兴有人注意到这种细节。Hello， 谢谢大家来到我直播间，谢谢那个浪的红包。然后，嗨贤仔，我想说为什么 CKMK 让我觉得很就是太猛了，因为他注意到我的细节。然后我回去看我们的表演影片，我说对耶，就是因为我很多动作我都没有 say 好。我是那时候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啊，我那时候这个八拍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完全没有想这种东西。所以就是在那个白色情人节的部分呢，就是我不是中间不是有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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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拍吗？这一拍就是我跟孟子是跪着的，高跪的这样子。然后我一直想要做的动作就是啊，跟大家送巧克力，就是跟大家告白的那个感觉。可是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啊，每次我都告白太无聊了，那我都告白然后被拒绝好了，那我那时候就是啊，告白然后啊被拒绝了，我就有点难过，就低头就看了一眼，然后再站起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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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然后呢，我回去看影片呢，就发现，哎，孟纯他也是做一样，也是告白的动作，就送巧克力的动作。然后他是啊，很开心那种感觉。然后我是送了之后很难过，然后就变成有一个对比，就是他被接受了，然后我被拒绝了，就形成一个对比。我觉得太猛了，我们完全没有 say 好，因为我是那种很喜欢临场发挥的人，所以我这样子做，我就觉得哇哦，我们也太合了，就是太有对比的那个感觉，就觉得好赞，好像一个故事。就是我跟孟纯喜欢上同一个人，然后我们在那个白色情人节的时候跟那个人告白，结果孟纯就被接受了，然后我就被拒绝了，就是有一个对比，我觉得超棒的，你们觉得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可是 CKMK 他都看到这个细节的部分，所以我都好猛。我自己就是我有时候我自己做了什么动作我自己也会忘记，结果别人一看到就会记住了，我就觉得哇太猛了吧。所以拒绝我打球
在座各位，在座的200位观众都拒绝我了。所以就要拜托阿如了，这只有阿如可以对抗他们200个人，跟他们打球，出来打球。你要200颗球，拜托你了，阿如，谢谢，谢谢阿如，阿如哥哥，小明弟弟可以去帮忙。谢谢大家追踪，谢谢可乐王的学习香油，还有 Typekit 的小浪花。拜拜五一上班加油，一人发一颗球，对，一人一颗球，200颗。可以给你10秒先跑，像那个躲猫猫是吗？给你10秒先跑是可以啦。那好，我努力，我把这200颗球我都打掉，哈哈，笑。可以啊，我已经到了我的红牌跟黄牌，我到时候就要吹那个哨子，然后比这样。乌美大逃杀，乌美大逃杀，我想听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啊？我知道了，我要听原版的《史密斯太空船》。史密斯，超好听的这首歌，超浪漫的。我刚刚在随机播放一个吉他版本的歌曲，对，所以刚刚就放到女生版，然后我。听到我都很想听男生版，这是原版的，我现在放一下。打球，可以办一个活动吗？我想跟粉丝打球，打羽球嘞，羽球，想跟你们打羽球。这首歌好浪漫哦。保龄球，你们当那个保龄瓶，你们当瓶子，然后我就用保龄球砸你们，爽啦！我有想要打羽毛球，跟你们要日常费，一个人多少？然后你们可以推荐，跟莹莹说啊，小吉说想要跟粉丝们打羽毛球，然后可以收我们日常费，因为我们很想要。打羽毛球，可是我们不是想要当那个打球的人，我们是想要当球哦 ，OK？ 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粉丝们呢都会穿那个羽毛球的衣服，然后我会才在那个中间跑来跑去，然后我就是球 ，OK？ 我就是一颗球，一颗羽毛球，这样。Don't wanna close my eyes.Don't wanna fall asleep cause I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When I dream again The sweetest dream will never do 对啊，不然呢，你们以为跟我打球，没有哦，你们是当球，你们都是球球球。 Hello， 想象一下，不用想象了，已经有画面了，不用想象都已经有画面了。他们都是球。我发现打错字。等我一下哦。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OK, I'm back.切尔的214爱你。对，我就因为早上还没睡醒就回了一个留言，然后打错字。总监仔，阿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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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太可爱了。像我痘痘贴好了，每次进的镜头都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痘痘贴。Hello， 好音。因为今天有化妆，可是不想让我的那个伤口碰到化妆品。哎，我跟大家一样，我也是会长痘痘的，好不好？因为我青春。小黄瓜，你们喜欢吃小黄瓜吗？那个阿春，阿春说刚刚付款，小吉就想写真了。超大巨型赞，有没有？巨型，谢谢风展的比心。看错歌词。No.
枫叶，还有 I'm yours 的 Kiss Choo-choo。 对，聪明的人就会用录影，然后再慢慢截。当一个聪明人，聪明像我。我干嘛叹气？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人聪明像我，头很痛，怎么办？这好头痛，你知道吗？聪明就是一个很寂寞，聪明就很寂寞，知道吗？真的，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聪明。加油！你看我的悲伤，看我的悲伤嘛，看我的眉毛皱起来了。我真的很替你们感到悲伤，因为我太聪明了，真是没办法，太头疼。哇，太多了，太多了。弟弟，聪明真是。我要吃起司，起司仔，起司起司。When I see your face， 哇！一片起司，你全家都是起司，那我就喜欢你。哼，我底裤我在，没错，我底裤我在。聪明仔，像我。楚雄加枫叶，我想问你最近有看到小铺吗？就是先喝一口水，然后放另外一个音乐，就是呢，大家不是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就是写卡片啊，做圣诞车之类的吗？然后我被他写的话感动到，所以我想说，就是偶像跟粉丝这种东西是互相的，就是你因为我，然后就是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开心，你也会让我的人生变得很开心，懂吗？就是你跟我，就是鼓励是互相的，所以我很感谢小布，我非常认真的说这番话，我很认真，就是谢谢。这不是精华，就是直播，直播，对，直播，对，谢谢小布。干嘛？够强才可以配这个音乐，你不够强那就不能配这个音乐，你配这个音乐。我在讲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巨型战。画了三天三夜，你有个为了参加小黎的生日会花了三天三夜写卡片，你有个朋友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小二？谢谢小二代笔。小二的字超好看，超级好看，比我的还好看。你们应该看我的字吧，超丑的。对，依家喺间欧力谂唔到食咩？食到间边笑哈哈。双重唇釉加咩加比勤？冇。蛋包法，加 Q。
铁掌。小二的字超看，是吗？谢谢郑源那么会讲话，我很开心。可是配这个音乐我不能太疯，你知道吗？这不然这不好笑。嗯，原来 Ramsey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有没有香港的朋友可以跟他解释一下？谢谢，谢谢风仔的圆梦选票，谢谢。咁大拎有冇食先 ？BGM 重要性没错。剪头发是不是帮你剃光头？呵呵，光头，嘿嘿。对，音乐代表气氛。刚那不是我。记得去买神仙枕。去买，一定有吓到你们，吓到是不是？我好开心，因为我吓到你们了。耶耶！那这好像柏林会做的事情，就是那种。耶！嗨，东东。嗨，圆滚滚。那。哎，你们可以这样子吗？就是头不要动，头不要动，就手动，这蛮好笑的，不觉得吗？我觉得很好笑。好热的天气，我要跟你们分享两个事情，分享两个事情。第一个啊，跑步那个是不是？分享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啊，是三个事情，可是有两个事情是连在一起。那我先分享第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去买高跟鞋，因为我们练习需要用到，所以呢，我去买鞋子的时候。我在问那个店员说：“哎，我是几号几号鞋？请问这个如果是练习的话，是可以穿这种鞋子的吗？”然后他说：“啊，你要练习什么？是那种学校社团的吗？”我说：“对对对对，学校社团的，要练习一下什么姿态、走路之类的。”然后店员就说：“哦，好好，那这双鞋子很适合很多人都买这个哦。”然后他就说：“你是高中生对不对？”我是。不是啊，我大学，然后说哦，真的看不出来哎，然后说哎，我22岁，嘿嘿，然后他说哦，我说哦，谢谢谢谢，然后他说你的样子看起来好像高中生，我说啊，谢谢谢谢，然后就很开心，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他以为我是高中生，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年轻？你们说是不是看起来很年轻？你们跟我赶快说是，跟我说是。我超开心的，然后我说哇好爽嘿嘿，然后我就买了那双鞋子，谢谢店员姐姐那么会讲话。好啦，我知道就算是就是店员嘛，店员可能你一个50几岁60几岁的人走进去，他还是会说啊，你看起来好像刚刚才出社会呢，这可能大家都这样，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蛮真心的。觉得吧，他应该蛮真心的去讲这个事情。谢谢。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我昨天去买艾迪达裤子，然后我去买裤子，他就跟我说：“哎，你有会员吗？有会员可以打折哦。”我说：“可是我外国人不能打，不能办那个会员，所以没办法打折。”然后他说：“啊，真的吗？那你是日本人吗？”我就。
没事啊，我是香港。然后我才开心，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然后也很喜欢日本女生的很可爱的样子。然后他说，嗯，你是日本人吗？我说，哇，超爽的，哈哈哈哈。好，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连在一起的事情，就是我跟他说了，我不能办会员之后，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会有吗？我可以用你的。然后他说，啊。然后我说啊，我没有会员，可以用你的吗？你有吗？然后他说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哎，你有会员吗？我可以用你的会员哦，我可以帮你除那个分啊。然后他说啊，我没办法，因为可能他是店员，所以他没办法。所以我就嗯，好吧，没关系。这我觉得很那个，很脸皮很厚，为了那个为了打折。然后，哎，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们 SSK 有就是有群组嘛，然后 SSK 的那个群组，就是我们会传一些会员啊什么资料进去，然后就说，哎，你们要用会员的话，就可以用群组里面的，你可以刷我们的。我就说，哦，好好，因为毕竟我外国人身份就不能办很多会员，所以就有点有点难过，对。所以呢，我就昨天去找会员的时候，我有在群组里面找，然后找不到，我就离开的时候，我就在群组说，啊，你们要不要办一个会员呐？这 SSK 的台湾朋友们，你们要办会员吗？然后，他们说，哦，我不是有那个，这林雨欣就回我说，哎，我不是有传到群组吗？我就说，有吗？然后我就找，哇，真的有哎，可是我那时候我找不到，所以我都没办法用那个会员。我说啊，我亏了。这我算过那个价格，亏了五十块。我说啊，可恶，亏了五十块。然后他说啊，没关系啊，你有那个打折，这是我有折掉200块，所以也是差不多的价格。所以他说，哎，你就当是有吧，反正你已经折了200。我就说对，也是。所以这样，对，我没看到。是吗？我再待个2年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证，是吗？可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不会放弃我香港人的身份 ，OK？ 对，硬要讲。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事啊？还有一件事情，那因为有朋友快生日，所以我就去买礼物。然后我去买礼物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姐姐，我说啊，这个女生。他用什么比较好，比较适合呢？然后他就跟我推荐，我说，哦，好。然后他说，哎，他帮我在试颜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那你是台湾人吗？我就说，啊，不是。然后他说，哦，我说不是。他说，啊，那你是日本人吗？我说。好开心哦！谢谢姐姐，谢谢帮我试颜色的姐姐。你说我像日本人，我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日本女生的长相，而且就是很可爱，做什么都粉红泡泡，很可爱的。我真的是超爽的，你知道吗？多爽，多就是。我不是，可是谢谢你这样说我，我很开心。我怎么有梗吗？哎，阿华，你这样子太故意了。不真实，不真实。我喜欢真实的人，我喜欢真实的。曾经有人问我要不要就是日籍台湾，我会生气哦，你们不要跟我讲这个哦，因为我爱我的家 I love Hong Kong， 我爱我的家。
是蛮爽的，可是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不是日本人的，还在那边讲。我要吃。嗯，好咸哦。请说。我以后就这样子直播。就是今天没有绑鞭子啦，今天没有绑鞭子，没有人说。我眼睛是啊，现在是Joe的告白气球。对啊，我眼睛是很漂亮的呀，我最漂亮的地方就是眼睛。有时候就是大小眼袋要贴那个双眼皮贴，可是今天是因为水肿，跟不知道为什么左边眼皮就没办法用力，就有点哎，没有发现很棒哎，可是我自己说了要修，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了，我真的是揍你，揍你，哈哈。对啊，我最漂亮的地方就是眼睛，就只有眼睛，所以我每次都差那么大。OK， 我真的太丑了，不行。问讲咪你讲咯，嗯。哦，怎么办？可是今天。看起来蛮正常的，我自己觉得蛮正常的。我希望大家握手会的时候不要注意我的大小眼，好不好？如果我有大小眼，请帮我修图，谢谢。可能是小时候的习惯。你知道吗？你们都应该知道爬露露前辈吧？爬露露前辈，他不是很有那个，就是这个眼睛超可爱的。就我为了我以前喜欢爬露露的时候，就有一阵子啦，就是很小，16、17岁的时候，很喜欢他的眼睛。然后我就故意的，就是笑的时候自拍，就一直这样子比，然后就比久了，就只有左眼比较可以比的厉害一点。然后就只有左眼，就好像有点习惯了这样子笑，然后就每次笑的时候都就是自然的就这样子一点，然后就有点大小眼。
豆豆超人。豆豆超人，豆豆先生，豆豆先生超好笑，他在那个美国的大街上面，在那个车上面，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吗？站起来比，就是比手指，对路人比手指那个影片。谢谢吕承恩的小浪花。好，行，那我们换个音乐。拜拜，沙鲁。拜拜。Take the words from my mouth. Though I know that no one's listening. I'm nervous, leave a house for when you're around. And I keep waiting like you might. 可以啊，请说，请问要咩歌？请点歌。要听什么情歌？你要点歌，还是你要听我唱？还是你要点我唱歌？豆豆先生超聪明的，大学的毕业。一周年哦，有什么好说的？走，大家越来越好。说好，这是一周年。你想，你们想要听，就是女生，就古代思想说，女生要取悦人。可是大家在卡的时候，我在用手机。回来了，就是大家很多的思想，就是说女生要等一下，女生要取悦人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女生不一定要为了取悦别人而做某一些事情，我觉得不要归先自己。我自己很就是我的想法都是不要归限自己，亏限，不要限制自己，不要给一个自己一个框架。对，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然后很多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当然，就是大家的想法是没办法去去就是改变或者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时代不一样，就是 女生不一定是要为了取悦别人而做某一些事情，而要怎么样给自己一些框架、一些规限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人说你可以做什么，没有人说你不可以做什么。反正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
想要做什么都没有人危险，除非你们的家人给觉得不好，你可以听听看。对，因为是家人，所以家人永远是会为你的想法去出发，为你的所有的事情去想。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听。谢谢你哥，爸爸你哥，大家，我要去个厕所，我刚喝太多水，先看我卫生纸 ，OK。的事情变喜欢的模样，而不是做别人想要你做的事情，变别人想要你变成的模样，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做自己喜欢的，变自己喜欢的。OK， 成哥，成哥是王子，有没有成哥了？有人说想听情歌，什么情歌可以听？情歌、演歌。广东话情歌啊，这个我很爱的，爱的故事，偷女，唔好抢，千祈唔好抢，一抢你就衰，千祈唔好抢。相，我想相，相字。咁就冇啦，咁冇搞人。我觉得追女生，哎呀，追女生没有不好，可是如果你要追有男朋友的女生就不要，不要搞了。你可以等待，你可以祝福，可是不要去搞别人的感情。OK。
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惊出这小子的故事，长年累月为你总在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阵，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魇，知不知对你献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我唔理你喎，大只仔 Naco， 他们开始要当当疯子。吃午餐，小黄瓜，还有青菜豆腐，起司，金针菇。谢谢洛里的跟着方糖去旅游，谢谢。谢谢初风的真情告白，豆豆。我很想要说，我在跳星空的错误的时候，我有那个动作，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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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在这边我是这样开开呢，然后再开开，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配合这个表情很棒，所以我就这样子做了，超好笑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要噔噔噔噔，还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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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是有这个动作吗？然后我就那个噔噔的时候，我上一次的那个公演我做了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噔噔这样子很搭哎，就是噔噔噔噔和噔噔的，我在干嘛？鸡包 ，N 六鸡包。谢谢风仔的玫瑰，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对啊，是不是很可爱？耶！对，是间奏，没错。要说爱很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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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爱不爱都难，很难唱耶，这个。哒哒哒哒。有空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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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看不过眼。开仔，谢谢加布猫的玫瑰，玫瑰玫瑰。我剪，大家觉得如果我要剪头发，我要剪什么头发？我不想要那么短，我想要长，这样子长一点，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啊、哦，这样，差不多。Mom pose， 嗯嗯嗯。How deep is your love？ 要听这首很浪漫的歌。某天我共你勾手指尾，答应我会更爱你，抱紧你就有好天气。懂咩？懂色两心，嗯，一二哒哒哒哒哒。爱是了不起，剪两 inch， 我希望大家，就是我毕竟是一个偶像，然后我希望大家，虽然我自己蛮喜欢拍那种男友视角什么的影片，然后也很喜欢，就是让大家喜欢上我的感觉。可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有那种争吵，不要有那种粉丝之间的那种斗来斗去，就是除了我觉得毕竟这个团体这么多女生，这么多男生的粉丝一定会有，
这种心理竞争的心理，可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真的去吵架，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然后不要吵架，然后你可以把我当成妹妹看，也可以帮我当成一个好朋友在看，可是不要有那种哦，我付了多少钱小弟都是我的，我付了多少钱小弟就要知道我存在，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大家像塔瓦哥那么和平，那么和平友爱，我朋友爱心中在，就是那种和平的那种感觉，我是很开心，懂吗？就是我希望大家要开心，对，就是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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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知道，我知道香港的大家，就是香港的朋友们，就是在那边互闹，我知道，因为我看得出来，而且我也是那种，就是我很喜欢认真的说废话的那种，你懂吗？你们懂吗？就是我很认真的说，对啊，小弟就这样，我呵呵，就是我很喜欢这样子开自己玩笑，你很喜欢讲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废话这样子。可是我是分得出来的，我是可以区分哪一种是开玩笑，哪一种是真的吵架，我是可以分得出来。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千万就是把我当作妹妹，或者是当作好朋友在看就好，或者是把我当作一个偶像，最好是把我当偶像 ，OK？ 距离产生美 ，OK？ 还差38张是吗？特雞精，我自己都笑了。然后把我当作日本妹子，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喜欢日本文化，也喜欢日本妹子，也喜欢日本所有很可爱很可爱的东西。虽然我不会日文，好人卡。小迪只可以远观，不可以射网嘛？是这样子念吗？塔瓦哥，你是一个好人，收集成功。对，对对对。就是，对，就这样 ，OK。就是这样子。把我当偶像，而不是你们争来争去的一个东西，好不好？
那你们觉得我这样看起来像几岁？自己说，你们说。我很想听，你们要真实的说，真实的说。哎，十二岁是怎样？耶、yeah, ，好开心！谁说二十？揍你有钱！好了，我是真心想要问的。落日一笑笑只是想要看我嘟嘴而已。嘟嘞。No, no, no, no. 我好想参加 ViuTV 嗰好多女女嘅嗰个唔知咩比赛，我好想参加，但依家系台湾，冇得双层芝士纯牛肉。像着咩咩家车瓜，食到姜 B 笑哈哈，哎，我都可以出到嘅，食到迪 B 笑哈哈，耶、yeah ！哎呀，迪 B 都可以去，都可以去，唱下呢啲咩歌，去洗下大家嘅脑。小高音，谢谢圆滚滚的带你去流浪，圆滚滚，手工艺怎么那么好？系啊，我拍到死啊，我死梗。全民祝星，全民祝星，双层牛肉锯冇吧？张执。哇，吓死我！好像有东西掉了，什么东西？我看一下，等我一下。OK， 是包泡面，可是那个泡面放超久，我都不会吃。不管它，双层牛肉锯冇吧？酱汁洋葱夹青瓜，芝士生菜加碧芹，食到滴 B， 傻瓜瓜。谢谢大家，给你。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我觉得飞高高，我觉得某部分吧，某部分蛮地道，道地，不是是道地，某部分，可是有些都还好。Gordon Ramsay， 一间 sandwich。没有什么到不了的地方哦，跟你说，这世界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想，只要你真的很想想，你都可以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嗨，罗姐。对啊，那个波记是不是很好吃？超好吃的，没有推荐错吧？都只有反悲凯的赞。你猫头几岁？我想知道你猫头几岁。
天的需要的活动好玩吗？玩熊，波鸡好吃，下一次要好好吃哦，知道吗？好好吃。米猫头，25、26。对，这首歌很好听。26、27、28、28、26、27。耶，锅鸡超好吃的。哎，我想说，想说什么？我忘记，算了，我真的忘记了。突然，啊，我想说什么？加油！要啊，要唔要寄俾我？俾咪？今年刚29，我觉得28、29，我觉得。就是那么年轻就去过那么多地方，我就觉得这我很佩服，你懂吗？佩服。然后你是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哇，因为很多啊，可能到这个年纪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能就是打工、上班、上学没了。可是这样像你的话，你就有做到很多事情，然后这很棒，你知道吗？然后我想到我要说什么，我是想说，我没想到大家写的字是那么好看，就比如说，不是那种真的写字哦，很漂亮那种，是那种艺术的字，你知道吗？像 Taiki 跟陈月笑，你们的字都让我有点惊艳到，就是哇，写字那么好看。某啊某朋友啊，某朋友啊。啦，反正俾人话啦，诶。好棒啊！这让我很佩服，真的很佩服。你们会唱吗？唱这首歌给我听，我好想听。这些歌曲太好了，很多人去翻唱，然后都不知道到底他原曲是谁的歌。
哦，是 Frankie 的，原来。我也是，我一开始是也是听那个 Frank Sinatra 的版本，但他可是应该是 Frankie。我真的好爱这首歌，真棒啊，超爱的。第一次听，怎么可能第一次听？怎么可能这么经典的歌？然后你们知道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好了，我忘记了，我等一下我想起来我再说好不好？忘记了，拍谁？我想一想。没有，我知道我有听过。Miss 的翻唱版本。有一些人，就是知道这首歌的人就会说这首歌的歌名叫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可是不知道这首歌的人就以为它叫做 I Love You Baby， 因为它这个歌曲一直重复这一句，这比较那个酒吧会听到的歌吧，是吗？还是那种驻场酒吧驻场唱歌的那种人？哇哇哇！等一下，吓到了。我可以接受。这可以，这可以，我 OK。我希望我有生之年，我要，哎，有点卡，我要立一个 flag。这个网是跟 SSK 交换圣诞礼物的时候，诗雅抽到我，所以不是，因为我抽到诗雅，所以我就拿到这个网，而且我超级需要这个网的，因为那时候我家没有网。因为我懒。因为我睡觉的时候都是穿这件衫，跟住直播都是穿这件衫，正啊，又可爱喎。Hot-headed woman。有冇啊？先立一个 flag。我希望啊，我知道，我听过。有生之年，我想要去那种可以在现场唱歌的那种歌厅吗？还是什么？就比较复古的地方，穿黑色小裙，穿黑色高跟鞋，站在那边。我想要这样子，我想要这样，你们觉得呢？有没有？我要示范一下，我的枪要这样子，就是我要很 smooth， 很 jazz， 很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个感觉。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吧？哒哒哒。是个人的那种，你有听过枯叶吗 ？Autumn leaves。我希望有生之年，在我漂亮的时候，然后我在那边，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and need you, baby, to warm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don't break me down, I pray. Oh, pretty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stay. Oh, let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我要这样子。还有，其实我只是我现在想要唱歌而已，不好意思。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豆豆天明显不会，也是开心。就是另外一种，这是叫什么？我想想，就是比如说，好，用什么歌去当例子？好，就像那种，如果我用这种唱腔去唱 Linkin Park 的歌，就会变成。I become so numb, I can feel you there. Become so tired, so much more away. Becoming this, all I want to do is be more like me. I mean less like you. 呼呼呼，那种河岸很棒啊，然后在那边唱那个。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然后背景音是那种噔噔噔那种很轻的那种蓝调。Another one, hold my hand. Another words I love you.然后就开始有那个喇叭，噔噔噔噔噔，然后我就，噔噔噔噔，好赞，不觉得很赞吗？如果我有机会请来看，请大家来看。如果有机会，虽然我觉得有生之年是会有机会，可是不会那么快。对，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你没有听过 Candyman 吗？那个 Christina Aguilera 唱的 Candyman 这种。哎，这个很礼貌头哎，礼貌头，你要去看这个 MV 哦，超棒的，超级你的风格。我好想要穿这种。衣服哎，是个，我要自己买一套这样的衣服自己穿。然后握手会，武当握手会，我等武当握手会，我穿这样那个戴帽子的那种女生白色衣服，然后在那边，取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很以前年代的感觉。对对对，他们差不多时期。
对 Ricky Martin 的歌。记得他好像有跟谁合作一个舞台，那什么歌啊？我把它直译成那个中文歌词，我来试试看。街头，在那边，我的酒店起床，他偷我的心，他拿我的钱，他一定是让我吃了安眠药，他永远不会喝水，然后让你叠一个法国香槟。当某一次你尝试它的味道，你都没办法再尝试一样的，耶，它会让你变疯掉 ，Come on， 太废了，烂歌词哎，我这是乱唱还翻我白眼。需要天召唤天乐老师，不好意思，显尼奇写的词太烂了，请问你可以帮他重写一份吗？不好意思。Oh, say what you wanna, really, really wanna. Say what you wanna, really, really wanna. I wanna, I wanna, I wanna,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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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我嘴巴也动太快了。这是 The Ketchup Song。这是那个西班牙文，很性感的西班牙文，超性感。我小时候会跳这个。
首歌是那个吗 ？Despacito。他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吧？直播的都应该知道这首歌。然后现在流行曲都很多都是 R&B 的感觉，对。劲舞团的歌我小时候没怎么玩劲舞团，所以可能不太知道。Bon Jovi is my life, life from home 2020，他头发
真是时代的眼泪。怎么了？我好难过，我不想看到，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对 Bon Jovi 的印象就是他以前 It's My Life 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可是当我看到他说2020的那个直播，然后看到他摆头发那个样子，就觉得哇，这是时代耶，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就是哦，时间过那么快，是真的吗？真的过那么快吗？我真的很有点难过，不算有点，是蛮难过的。超跑情人梦都已经过了吧，好像过了。现在的热潮是，前一阵子是凤梨牛奶，就是叔叔，现在比较日系什么鬼灭吗？还有什么？我真的我很不想看到有一些可能从小到大听的歌的那些。唱歌的人就过世的那种，就像以前看到 George Michael 什么的，是吗？好像是 George。我很不想看到那种新闻。看一下，对，我很难过，就是我不想看到那种。Wake me up, so you go go. 就是我最不想看到，就是小时候听的歌，或者是现在听的歌很流行的歌，然后可能某一天突然就看到啊，这人嘛，人终须要离，就有一天会离开这样子。所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是我真的很不愿意去看到这种东西。有点哦，原来已经那么多年了哦。我所谓的童年回忆，对大家来说可能听都没有听过的感觉，就很怎么会这样？就慢慢开始感觉到就是父母的那个感觉，你懂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小时候听的比较多的是 Bee Gees、Beatles， 然后什么那个叫什么？I got a hero， 那是谁唱的 ？Mary Carey 是吗？就是很不想要看到，就是可能他们以前去听这样子的歌，然后这对他们来说是童年回忆，可是对我的童年回忆就可能是 Britney Spears。Justin Timberlake 什么的 ，Backstreet Boy， 啊，对对 ，Bonnie Taylor， 不对对对 ，Bonnie Taylor， 不对对对，对，是州长的那个，对，就会变成，可能我家人看我的童年回忆中，哦，原来他们童年回忆是这样，然后换我看现在一些可能10年后生的小孩，或者是那种00后的那种。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对他们来说，童年回忆就是什么呢？比较新一点，有可能是什么 Love and Try the Fun， 然后那个叫什么 Ariana Grande 那种，我就会啊，原来时间过那么快 ，Justin Bieber 什么的，哇哦，这就是我差不多想看到的。事情，然后讲到音乐，我蛮想要讲音乐这个事情。就是音乐，我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管你是什么类型，你是蓝调，你是 R&B， 你是那种 remix， 你是 rock， 你是 heavy metal， 或者是什么的。各种不一样，或者是流行曲也好，我觉得他们都是音乐。这是音乐，这是一个让你
唱出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唱出自己的情感的一个东西，让你抒发情绪，让你诉说自己故事的一个东西，一个渠道。所以我觉得音乐是没有分好与不好，音乐就是音乐，音乐就是代表着你自己，同时也可以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音乐是没有分好与不好，没有分难听好听，没有分品质，真的完全没有分这种。我觉得这音乐是让你们这大家的世界很变好，然后让大家抒发情绪，让大家诉说着，有一个渠道去诉说自己的故事。音乐是很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尊重欣赏各种的音乐，这样。我自己是这样子想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听到大家很在吵啊，什么音乐才是音乐，什么样的才是好音乐，怎么样的才是好。然后别人可能会说啊，我不喜欢这种音乐，我就讨厌他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对，专注所有的音乐，然后音乐我觉得某程度上也是爱的一种，你懂吗？因为爱也没有分好与不好，没有分什么的，就是爱就是爱，音乐就是音乐。所以我觉得就是欣赏各种音乐，然后尊重各种音乐，不要去故意批评什么的。我觉得大家什么都要欣赏、尊重，然后思考，对，思考，对，是爱。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啦。不管怎么样的语言，怎么样的类型，都是音乐，超棒！我觉得这个世界有音乐真的很美好，不觉得吗？我觉得很好哎。就如果你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就好像有些事情你用文字是没办法去抒发的，对。然后我觉得，当然我也觉得我自己也有喜欢自己爱的音乐，也有我说什么，我说的是，我想说的是好，忘记，没关系，你们懂，这好。我想到了，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音乐的真实，还有音乐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看一些可能比如说你去看 Linkin Park， 你听他的歌，你会感受到他里面的情感，因为他唱的歌都是在唱他自己的故事，就是在唱自己的一些心声。所以你听到歌曲，你可能会觉得很沉重，你可能会觉得有抒发，你听了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音乐是真实的，他在诉说自己的故事，在对，他是真实，所以你就觉得哦，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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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也一些音乐就可能为了写而写，为了唱而唱，就可能感觉都没那么真实。可是我相信音乐都是美好的，对，音乐是美好的。对，我小时候我听 Numb， 我也是觉得
歌词我那时候因为我很久之前就很喜欢去看歌词的意思，所以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先听到旋律我觉得很棒，而且我要看 MV 就觉得哦这首歌让我很好奇，我就去查了之后哦感受到歌曲里面的沉重。然后那时候大概高一的时候我也很常听 NUM 这首歌，因为从高一开始我之前不是有讲过嘛，就是我想要走自己想走的路，不想要跟着社会去流动，不想跟着社会就是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想这样子，我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想要做一个就是想要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自己的梦想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听呢就是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我之前也讲过，就是当时的老师说哎要好好读书，读书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你要好好读书不能干嘛干嘛，就很多这种老师嘛。然后我在听这首歌，我听到他的歌词就觉得跟我的状况很搭很适合，所以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在抒发，好像在告诉别人我不想要成为那种上班下班睡觉吃饭的人，我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 All I want to do is be more like me and be less like you 这样子，所以都有点诉说一些东西。我有点矛盾，矛盾怎样心爱着你知吗？可能就是对我这个人是蛮矛盾的，因为我的想法是很常去变化的，很常去改，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我很奇怪，还有搞不懂我在想什么。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懂，因为当我想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这想法很容易改变。而且我的表达能力不太好，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出现，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反正。觉得你们懂就好。哎呀，我想去尿尿，还是先去个厕所。Running through the gates of hell and back, I feel you near, but no, not the same as strangers here.Catching up since the love that we had. It's funny how it all seemed to change. We'll push our luck cause we don't wanna be sad. It's like old familiar games. You and I ar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that we've seen you can make it. With our hands held tight together, are we friends or are we lovers?
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又怕被别人看穿，好吧，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矛盾，矛盾。可是，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人生就是把自己喂饱，喂饱才有力气去追梦。我都会这样想。对啊，可是我一直叫别人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也是要有一个本钱去做，你懂吗？就是我很常这样很矛盾。哦，好了，我现在乱了，我乱了。有没有人可以转一下话题？握手会的时候，你们不是要检查东西吗？然后东西要放在外面才可以进来握手吗？那我想问大家，你们握手的时候是真的身上，比如说你们裤子里面啊，所有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放在外面的篮子，是不是？就比如说手机、耳机、卫生纸什么的，钥匙都要全部放在外面，是吗？这裤子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是，那我们的握手会还安检还蛮严谨的，我觉得还蛮就是安全对我们来说。裤子里面是还好，手上要空着对。哦，口袋可以放东西。没有没有，我这是问，原则上需要全部拿。就是原则上是说手机、钱包都要放在外面，这不能放在裤子的袋子里面，对不对？不能有戒指、手表、穿戴的物品。哦，我觉得这是看那个安检的人他们怎么去做。
主要是看规定。嗯，我知道以前我所谓的攻击时间是有点怕怕的。好的，我知道了。 I just wanna scream back at the world. I just wanna leave, but it make things worse. I just wanna hate you, but I can't, no I can't, no I can't. I've been going through this on my own. Did you even care when I was gone? I just wanna hate you.But I can't, no I can't, no I can't. Cause we got a lot of love, but it don't make sense. Cause we argue all the time, baby, it's about time that we go. 其实我也蛮怕那种事情发生，你们这样子讲到我就有点担心。谢谢灰灰的玫瑰，因为就是你突然讲到这个什么攻击事件，我就突然想到握手会，然后握手之后可能人很讨厌我，然后要泼我什么那些复习性物品的那种东西，然后泼我的脸，我都没了，我就很怕，怎么办？我突然不要不要不要，好像不喜欢的人就不要跟我握手好不好，我突然怕了。因为有一阵子香港很常发生这种东西，然后都毁容什么，我都不行，我不行，我本来已经没有自信了，不要这样对我，我是很怕哎、欸，突然有点怕，一定不能带进去。可是我有点担心，就是如果裤子。袋子里面可以放东西，然后他突然在摸到一半就，然后我怎么办啊？就是，安检很认真的，好，因为我有点怕。But maybe it's for the best. It's not fair. 突然担心，突然。I know. I just wish I could be there with you, but I can't. 嗯。在想啊，梯形楼。I want to stay by the sea. 好，好，我相信工作人员。Sit down with the people. Listen through the song.Moon is slowly rising. I see the trees are moving. Sky is bright. 那我也要训练一下我的反应能力。自从那一次之后，就改成有一个板子在前面，对不对？然后，对，就是那种比较有那安全距离。我突然就担心这种东西，为什么我突然？可是这样也要。
要反应够快才行啊，而且虽然是保镖，可是保镖毕竟就是你花钱去聘回来的，然后聘回来他不一定要为你舍身救命卖命什么的。所以说有点担心，毕竟你知道偶像这种东西就是靠表演去养自己养活自己，就是很需要样子还有舞蹈还有表演什么的。所以说有点担心会不会就是你知道吗，好像蛮多人不喜欢我是吗？自己说自己说，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对，因为我没有你懂吗，但是我不是走传统偶像路线你知道吗，我是走我个人风格路线的一个偶像，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不要没有我没有当好一个偶像的一个既定的印象一个心，所以就可能会被不喜欢，可是我喜欢做自己，对，有人喜欢做有人不喜欢，对，我走自己的路，所以我就很怕会不会有人就可能粉丝什么的讨厌我，然后就故意来跟我握手，然后泼我复习性议题，我就死定了。我跟你说，我要努力的，就是考验我自己反应能力。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说，我现在讲到这个部分，我到时候就会一直想这个东西吧。我想，所以我可能到时候握手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要怎么去闪躲那个危险物品这样子，这有点可怕，懂吗？也有可能不是我跟我握手，可能是跟我旁边的人握手，然后就突然就跑过来揍我一拳。我说啊，我就。那还蛮好笑的，是不是？这有点，对，小担心了，小担心。我要保护大家，大家要保护我，谢谢。对，我恐慌。对，这是我想要学防身术的原因。Roger that. Roger, Roger.有点小担心。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 and it was all yellow. 对，我要多玩 FPS 游戏。听说 Apex 会出那个 Switch 的版本，我要去买 Apex。这首歌超好听，你有没有去听？Underwater Coolie Simpson 唱的防身术，我会一点点，就是那种你懂吗？就是我有学一点点，懂吗？我会好不好？一点点就是压制他，就是拍，然后我就从这边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就把它转过来压他一下。
什么？不够精准吗？不够吗？怎样？嘴炮攻击比较厉害，不行，嘴炮攻击很危险。防身术，如果有人这样子的话，我就我严这样子，我要怎么样？我要严这样，我就用我的手这样，然后这边严这样子的话，那我怎么办？就是别人突然站起来，然后我就。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用脚去踢他的那个。好的，他这样子，我就用手去，然后就，然后他就，啊，然后我就压制他，坐着，就是我坐着他的报警，后脑敲，怎么敲？啊，我那时候。因为我从一个捷运站走到另外一个捷运站，然后路上很黑，我就拿着我的防狼喷雾走，用脚勾他，他失去平行时用的手，这样嘛，用脚勾他，啊，对耶，可以用脚这样子勾他，就比如说他脚这样，然后我的脚这样，然后这样勾他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勾他，然后。让他失去平行，然后再那个一个摔下去，这样子跳，然后就跳走，然后一二三，耶，我的赢了，耶、yeah ！我判他比较快，我怎么判他？吐吗？吐这样子。可是我判他也没什么用嘛，就是判他就就这样子而已吧，好像没有很就是很啊的感觉。那搞这个，等那如果别人是那个什么剪刀脚卡住我这里呢，我怎么办？剪刀脚的话卡住我，那我的手应该是可以动的吧？我就Small talk, no conversation. That look makes me impatient. I can't tell what you're thinking.Please tell me what you're thinking. Last night we were more. 也是啦，没事，剪刀脚我，应该不会突然有人这样子吧。Cause I'm all啊，我逃不是，我不应该先跑的。我压制他之后，我就要拿出我的防狼喷雾喷他的眼睛，先喷他，然后再走。因为我喷了，他都看不到路，看不到路，他都不会追到我了。因为我不一定跑得很快，可能如果是男生，应该跑得比我快，所以我先要把他喷掉，然后我就再跑，这样对不对？电击棒，我不能随身带电击棒啊！对，我先喷他。Hello， 陈，嗨，你好，我叫陈陈。揉他的眼，啊，痛哎！我没有遇过色狼。反正我先喷他就对了，然后再报警。这样，因为我有遇过跟踪我的人，我觉得这个算是骗色型吧。
tell me you're falling with your feet still on the ground. I'm all out of breath, baby. You'll run me round and round. Don't kiss me, oh, don't kiss me right now. Are your lips just thinking? 人比较少，然后我就马上去大街上，他还跟我跟到捷运站，超可怕。然后有一次，那些全校不是很爱，就是说，哎，你是不是高中生什么的嘛？然后我就走到捷运站，我下去喽。然后我已经进站了，就是我已经刷卡进去了。然后他还跟我一起刷卡进去，就是白痴哦，这超白痴的，他跟我下去。然后他说，看到我怎么好像见鬼一样，不用跑那么快啊！我就想翻一个白眼，见到你就是见鬼了，好不好？还不赶快走，还跟着我进去，有病是不是？我没有想把窗关回，太骚扰了。对，他们现在先可以，好，我去买，我马上去买。超可怕的，他还跟我说，你不用跑那么快，你好像见鬼一样哈，我就是见鬼，你给我赶快走，还跟我进来干嘛？下一次会找机场保安，不是车站保安，保船出动。超可怕，我觉得这种，对啊，鬼都没有那个人那么可怕。我同意柠檬说的，我同意。超可怕的，我说这很明显，我进站了就不想他跟着我，就是还这样子跟，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就翻一个白眼。对，有时候人比鬼还要可怕，鬼你都看不到，可是人很可怕哎。那下一次我说你再跟着我就报警，这样。替小鬼子一次，好。OK OK， 淘宝的收到。对，人对视线很敏锐的。然后我会边滑手机边，就突然他，我感觉到他在偷看我的时候，我就看过去，就是用那种很凶狠的眼神，你知道吗？就是眼神，然后看着他，然后他就太明显了。我觉得是那种年轻学生，我还可以，就是对，我觉得年轻学生还可以，就是我懂那个心态，因为我有时候也就是看到，哎，那好像我认识的人，我也会看一下这样子。可是如果是那种四十几、五十几岁的那种，我都会。看什么？对，我希望不要发生。对对，那个你想起那个斜眼，那个有女朋友还在看，真的。
九十度哎、欸，九十度超夸张了，你看到我的眼睛吗？你没看到吧？就是他突然就是一边跟女朋友讲，一边看到吧，超夸张的。那个人的眼睛，我还叫我朋友，你看他的眼睛，你看着哦，你看准哦。然后他最后一秒绿灯的时候，马上，然后我都，很懂看哦，看到了，对，被抓到了。不行啊，这样很尴尬，他女朋友会很我男朋友怎么了？我男朋友怎么了？这样子。笑死。对啊，要看就来公演看啦、啊。对，来公演，正大光明的看，不会有人说你。还是我下一次直接给他一个卡片，哎，你要看公演吗？我看你的眼睛咯，你要看公演吗？对，这个我之前有讲过，我不想让他们吵架，所以就是和平和平。对，对对对，我自己一个人走，我会假装跟着前面的人并行走。对，就是我假装啊，我有朋友在哦，你不能骚扰我啊，这样子。但你问师姐，哎，是不是很想看我？要不要把师姐跟着？我谢谢你的。感谢哦。而且我发现呢，好像很常发生一种，就是那种很危险的事情，就在新北市。就是看到新闻，就香港已经有一个梗了，就是说看到什么这种事情发生，这可能非礼，可能就是色狼什么事情，大家都先猜是不是新北市，然后一点进去，对，新北市，为什么那么多新北市？我可以比那些街上小姐这个送给你的那种推销狂人还要厉害了。真的很有名哦。背锅了。真的？那你们最近有看到那个新闻吗？桃园的那个，很夸张耶。掉出一堆新北仔，新北是蛮大的。板桥没错，板桥是一个好地方。我上一次从一个捷运站走到一个捷运站，就是在中永和那边走，然后大概是晚上快七点六七点，那时候我要找鞋子，对，我要找黑色的鞋子，然后哇，我真的是超怕的。没有没有，我说的是学生，桃园是学生那个事情。没有就算了，没有就不用说了。对，就是有点，就是大家出入地方小心，注意安全。对，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是，有时候我过马路，明明是行人是绿灯，可是那个叫什么？机车的那种，就是摩托车那种，还可以就是转过来，我觉得很神奇耶。是，我知道是可以，可是我每次都很怕，你知道吗？我就很怕被追。
撞哎、欸，这是明明是绿灯，为什么还会有车经过？我会吓到。那你们觉得呢？是他们先让人过，还是车先过？我想知道这个。对啊，转弯的就是没有让我先过，然后到绿灯了，然后他们马上转过来，然后我也走出去的时候，他们都突然就冲出来，这吓死我了！是车让人还是？通常是人先过，可是现在已经大家习惯是车先过了。所以这有点危险，有点怕。对啊，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先让人过，然后没有人我才开。我觉得一定是这样。虽然我现在都习惯了，就是让车先过，然后哦，看到了，真的没有车我才过，我不相信绿灯了。可是那不是你的错哎、欸，那是别人的，是别人没有看灯啊，不是你的错哎、欸，真的是会怕哦，还是要注意道路安全，真的。啊，是我反而觉得，骑车的人不太会让，对，真的小心。40万真的是很多哎、欸，太多了啦。那他有受伤吗？这只是碰到一下下还是怎么样？这明明是红灯，不是你的错。可是车子永远是比较吃亏啦。无敌，真的、哦。然后有时候走路，然后车突然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该停还是我该过，就是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子绕还是这样子绕过去。假摔。第20名是陈恩，谢谢陈恩，你
十九名是灰灰，谢谢灰灰。第十八名是李猫头，谢谢李猫头。第十七名是杜，谢谢杜。第十六名是沙鲁，谢谢沙鲁。十六名是沙鲁，谢谢沙鲁。第十五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十四名是加波猫，谢谢加波猫。第十三名是颁奖，谢谢颁奖。第十二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第十一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十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九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八名是尼哥，谢谢尼哥。第七名是五一，谢谢五一。第六名是洛丽，谢谢洛丽。然后第五名是周，谢谢周。第四名是 Andy， 谢谢 Andy。第三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二名是导运多嘴导运。第一名是今天送我跑车的风仔，谢谢风仔。第七名是五一，我有念吗？谢谢五一。突然，对，谢谢大家。没事没事，反正我觉得过马路注意安全，然后小心啦，就是要小心。这首歌好听，好慵懒哦，真的看起来好爽，好赞哦，看起来超懒。听完这首歌我就关了，辛苦来又劝。你知道我在笑什么的，你们知道国术是不是都没事啊？这样对啊，我觉得很 cute。那我也是铁粉，我超爱的啊！好，拜拜，拜拜，礼拜五见，握手会见，合照会见，期待我穿的衣服，我觉得你们会喜欢，我觉得绝对会喜欢，男生会喜欢，女生也会喜欢。拜拜，礼拜五见，拜拜。